大家好，我是 Kit。是的吗？那今天是大年初二，那因为初一比较忙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拍影片了。然后今天刚好播了空，想说要来巨蛋这边看一双鞋子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穿那种布鞋嘛，休闲鞋。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场合可能需要穿那种类似像皮鞋这样子。然后，所以我今天就想来看一下那个汉神巨蛋里面那个马丁他们家的鞋子。我之前有买一双那个高筒的，那今天想要来看低筒的，然后就看试穿看看啊，看有没有喜欢的这样子。喜欢再买。对对对，如果有看到觉得穿起来感觉还不错的话再买，因为他们家的鞋子很耐穿，但是价格不便宜啊。对，那一双好像要5000出头。对，不秀啊。个人时间。靠上自己一下，靠两件。不啦，因为主要是很耐穿呐、啊。对啦。对啊，叫这你买比较上的无？我看你比较上的。口罩是比较 care 啦。OK。过年大家都出来走村啊，人很多哎。嗯。拢是暗时啊出来，我多。是的。你敢跑前吗？今年的过年气氛好像都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对。对，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太多，大家还是想要出来走走。爱出来甲行起来，真好耍。对对对。你的朋友不是讲伊拢穿这個白珠的吗 ？Ducks 哦，还是哪啦？我这啊这 Ducks 吧 ，Ducks 的啦 ，Ducks 的啦。对对，伊拢穿这個白珠的啦。啊，因这個白珠吼，你搞感觉拢黄格子的哦。对啊，哎，我袂介意。啊，伊有买两件啊，31000。是啊。嗯。加加加，这应该拢爱戴口罩吧？到内底。对啊。因为你无挂口罩，人会惊的。你袂惊，人会惊。你感觉都异类。对啊。无挂口罩，即摆感觉都异类咧。无出来是较轻松啊，然后出来有当下感觉行行个会忝，啊，但是一直闷在家里也觉得很无聊。出来行行心情。这是三楼吗？这是无印良品。你有试过吗？你要看吗？无印良品，这我有试过啊，我去柬埔寨来试过啊。啊，你有来过啊？哎、欸，你有买衫，买给爸爸。买咱滴洗面的迄种，加个唔滴买。对种。咱即马滴洗面的，唔是咱的绿色的呢？无啦，唔是啦，因兜无卖咱迄啦，咱迄无共的啦。只是因兜的洗面乳，到网络上嘛就这样推荐，因为俗。我记得一条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嗯，这是199这条，啊，咱不是够一罐那个大罐的绿色的吗？对啊，哎，等好哩，咱那个类似这罐啊，绿色。对啊，我就是讲类似这罐的啊。看看摸摸，够不够敢买？那我要紧。来看一下哦。刚刚因为他们这个品牌，就是好像一方面也是担心说可能被仿冒还是什么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新款，所以说他们是不能摄影。那我就直接买了一双，折扣后5180，对，就是现在满5000就可以直接折500，然后这一双原价是5680，折完是5180，算是坦白讲不便宜了。平常我都买大概2000多块、3000，质感没坏。我有干嘛？帅气。鞋嘛，一种较绅士，一种干嘛？对对对对对。较帅气啊。对对。平常穿的这种是算运动鞋。对吧？不同的风格。哎，啊，不过你穿这条外套穿这双鞋，安尼才有搭配起来会使吼。会使。帅。带咱去楼口
请起来给观众看一下。趁现在外面灯还亮着，可以出去展示给观众看。我都用到的蓝扣超激光逆鳞的那种精华液。好不，我没有操劳。我用 SK2 的啦。年纪大有些要保养，好不？啊，现在要保养，搁袂唔卡蛮少过啊。这是保证卡吧？哦，皮的味道，试穿一下。刚在现场有穿过，但是不能录影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，不能让大家看我穿起来的那个感觉。喇叭你都带看，拢无意见，无意见就是好看，较会无意见啊，较会拢无出声啊。还蛮值得买的吧？它斯文啊。哎。到那边呀。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不错看了、哦。啊，全身全身，来全身全身，来，再吧。OK。感觉怎样？感觉好看。配这个。不错呢。穿起来很舒服。对呀、啊。而且也鞋底很厚。所以感觉很舒服。嗯，穿甲裤啊，会当若要趁钱的是会当穿。系啊。保护脚底。可以哦。安尼新鞋个直接可以上路啊。哎。啊，我这双嘛新的啊。你双嘛罕滴滴穿啊。这双也是新的啊。啊，不过你穿个搭配你的这件外套无下啊。太休闲。嗯。啊，穿起来真的不错呢，很舒服啊。虽然贵，可是质感很好，因为你也是找一杯其他一种皮鞋的品牌，外公穿起来拢袂输干阿伯啊。真的过年就是出来逛街，然后花一点钱犒赏自己，比较有那一种一整年辛苦工作有代价。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并且订阅我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个片见喽，拜。